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今晚我是老头 Altman 呀，我们回来方舟生存啦。今天呢，我们依旧把我们的潘多拉模组的一些恐龙全部把它召唤完毕吧。啊，召唤完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外面探险。啊，来探看一下一些未曾出现过的神秘生物。啊，那我们今天呢，啊，一样是照惯例啊，姐姐是照惯例啊，你怎么又拉屎啊？嘿，每天都拉屎。啊，你真的是屎王欸你。啊，不觉得这很像某个饼干巧克力球吗？啊，还蛮好吃的啦，只是这个应该是不能吃啊，吃了会中毒啊。啊，好啦，那今天真的也是啦，就是最后这四只呢，啊，我们全部召唤出来把玩一下。不过呢，不能一次那么多啊，不然到时候又跟昨天那一集腐坏掉了，啊，腐坏掉了就要再重做，很麻烦。好，我们今天先优先前面这两架，这两架是什么东西？它上面写说 ，mega 什么东西看不懂，没关系，我们把它召唤出来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啦。来来来，我们来顺便测试一下这个东西的威力。好，感觉好像是一台摩托车，而且还是两台，还蛮帅的。我们先从红色开始好了。哎呦！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有不祥的预感，你知道吗？又是这个烂东西。可是，可是还蛮帅的，好吗？坐上去之后，原来发现它原貌之后，其实好像也还蛮帅的吧？啊，这是怎样？超级跑车吗？还是什么变形金刚的那个整座飞机呀？啊，重点是还负重了，调整一下，喂。会飞耶！啊，你的伤害还是一样这么鸟啊？到底有没有伤害啊，大大？大哥，你的伤害到哪去了？啊，等我一下。啊，大哥，你没有伤害啊！呜呼，还可以穿墙，啪！我是打到自己了。吸剑有没有能力？没有。好烂的感觉啊！啊，就算有点攻击力，应该也没意义吧？对啊，都不能做伤害了。我看一下，那整个外形，其实我觉得这拿来当运输工具也不错啦，并没有说不好啦。啊，你有想象过那个多人模式，一堆人骑这个像幽浮的东西吗？啊，它的确叫幽浮，重点是它是女性。啊，这个机器居然还有性别，啊，非常的完美。啊，这么的人工智慧是吧？啊。啊，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伤害啊！而且重点是你改成第一人称视角之后，你会被他的这个哦括约肌给挡住了，啊，你完全就只能盯着他的括约肌行动，啊，他也没有什么瞄准镜之类的，啊，还蛮失败的，我觉得。啊，可是为什么我射不到这只该死的无齿翼龙呢？哎，让我射一下是会死你。我只想看一下伤害啊，这个面积比较大，然后这体积比较大，来，啊，我们看一下血条，我的血条好小哦，嘿嘿，可恶，这样子，哎，再下来一点点儿，哦，有了，多少？16还是14？算了，烂东西，等一下，你该不会又让我掉下去了吧？Oh my god！ 又掉下去了。哎，层次不穷啊！让我出去好不好？救命啊！救命！救命！我嘞？啊，怎么重开上来之后啊？我的穿梭机那也没去啊！哎，他这个重登这个飞机就不见了呢。啊，把我当猴子耍是不是？啊，直接就消失了是怎么回事？啊，算了，不管了，我来看第二架哈。来来来，啊，一样又是这个声音，好不好？我已经生无可恋了。啊，为什么它会有两根这个很像顶度啊侧柱的那个摩托车侧柱的那种感觉？啊，这一台的外形就稍微比较不太一样啊。啊，抱歉，我的脸书响了 ，I'm sorry， 我忘记把它关了。好的，啊，你看，啊，它叫做 Moto， 哦，是念 Moto 嘛，对不对？ Halo Moto 是不是？
啊，到底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啊？我怎么他怎么感觉坐起来前面是尾？他的哪有人飞机坐这样子的啦？其实这样还蛮丑的，我觉得。你要嘛，你就是前面有一个头，这个屁股看起来算是尾没有错啦，但是你看你前面一个头，两只脚，感觉我有点怪怪的。哦，然后他这后面这个一个钩呢，啊，像什么你知道吗？像是一把手枪的握那个手枪的扳机的那个柄啊，乱作一通啊，算了，我们上去了啊。那重点是啊，在这边哦、啊，你自己看它的原型在这里啊，你要不要看它的透明的形状？原来这是一个模组，它被改成透明的形状。你们看见透明的形状？啊，原本原型这么小一台，后面被加了这个很奇怪的图模组建模上去了，好、啊，一整个就很猎奇，好不好？啊，那很还好没有负重啊，一万负重，我们来移动看一下。哦哦哦哦哦 ，Oh yeah, Oh yeah, Come on baby, Oh yeah, Oh yeah, Come on baby， 怎么又是又有 BGM？打了变成两滴，打了又是两滴，到底要打几滴呢？我看看哦、喔，哎呀，打下去就变成十二滴喽！哦耶，哦耶，哦耶，跟着我一起嗨起来，嗨嗨嗨嗨嗨嗨嗨的嗨嗨，人生嗨嗨啊！这是什么奇怪人魔族？跟着我一起嗨！啊，没了吗？宕机了。OK， 哦，我重开之后他又不见了，啊，不见就算了，哦，我觉得后面最后这两只，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啦，啊，不怎么看好就对了，好不好？反正呢，我们还是要把它介绍完毕哈，就把它放出来放风一下，啊，我可能还要再多重开两次啊，我想，啊，每一只都要我重开，啊，不是 BGM 太吵。哦，就是会让我遁地，实在太神奇了，杰克！啊，杰克，这太神奇了，杰克！啊，后面这两只，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虾米蛙哥？虾米蛙哥，虾米蛙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啦，我这个模组玩这么多了。啊、哦，只要是监督者系列的，我觉得都不是很好，尤其是会飞的监督者，那个真的烂到爆，从来没有一样是好的，没有一样是强大的。那个伤害啊，从、哦、普罗米那边时期一开始，额外召唤出来的那个监督者的那种飞碟啊，哦、会飞的那种都是烂的，然后很像螃蟹的那个基本上都还蛮强的，哦，像是这个啊，是不是啊？啊！听到这个声音，真是让人不悦啊！真的是，呀、yeah! 欸！哎，等一下不对啊，这架我们好像召唤过了哈。哎、欸，等一下，这架的威力，左键，哇，这个左键伤害有点高哦。哦、啊，不是伤害，不是伤害有点高，是这个左键的这个啊特效做的不错，但是打得出多少伤害呢？一点伤害也没有。我要射到自己了，原来这是一把会射到自己的枪啊！射下去只有16滴，你快整笑哎、欸！啊，右键哎、欸，啊右键没有那个东西，哎、欸，为什么我的右键杀了一些恐龙啊？到底怎么办到？哦，这居然还有3万多、哦，不对啊！我是往前射，为什么是后面的恐龙受伤？这个攻击判定实在太屌了，还是说被撞伤？也、欸、不是啊。啊，算了，我已经没有办法用常理的评断去推理这个它的伤害范围了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机注的一个东西啊，啊，没有什么屁用啊！啊，不过外形还可以接受啦，啊，大致上就先这个样子吧。我们看下一只啊，我就已经快受不了了，这什么烂东西啊！哎呦，这东西跳下来还有一点吓一跳。
哎、欸，这一只我是不是介绍过啦？哎、欸，这后面这两只我都介绍过啦，这个就不用看了嘛，对不对？这只也是强而有力的啊！我记得这只是可以多而滚嘛？哎、欸，对啊，哎、欸，不对哦，这只是不是有长脚？另外一只没长脚嘛？这个是有长脚的。我怎么感觉不太一样？是因为改版的关系变得不太一样吗？不过印象中这一只我好像介绍过耶，还蛮酷的啊。哎、欸，这个我觉得他把上面做的那种尖锐的那种弧度的那种角啊，做的蛮成功的。我觉得这一只还蛮帅的，我蛮喜欢的。可是他一直很喜欢把他的后花亭展现出来啊，这就是他的括约肌。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么做，外星人都这样子吗？啊，如果你觉得嫌走路太慢啊，你就可以进化这个阶段，滚滚滚滚滚哦，重点是还可以跳啊，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掉到水里也不会怎样，你说是不是？啊，我们掉到水里试试看啊，我卡住了，救我啊！你滚在水里呢，就跟智障一样，完全没有动力可言，我难过了，怎么办？谁来救我？救命！我被卡住了！哇哇哇！变不回来了！哈哈哈！在水里给力一点啊！在水里在干嘛啦？大大，给力一点好不好？你这样子我有点难过哎。啊，在陆地上比较强就对了，在水里跟智障一样。好，我决定我要抛弃你了。啊，至少你不会像其他那两只。啊，不是那两只，那个其他那个会让你遁地的那种飞机，我都可以接受，好不好？那我们这潘多拉模组大致上呢，所有的恐龙都结束啦。啊，我觉得今天呢这一集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啊，就稍微就是让你们看一下这些啊新的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还有两个好像还重复，啊，没什么特别的，好不好？我觉得我今天观看率应该会很差，啊。乱搞一通啊！真的嘞，全部都动完了哎。最烂的就下面这四，最烂的就下面这五样了。这下面这五样真是烂到爆啊！我没在跟你开玩笑。如果你没有玩，我告诉你们各位，千万不要去召唤他们，只会让你瞎了狗眼，好不好？不然这样好了，半买半相送啊！送什么呢？啊，我们来做一支火箭筒出来玩一下好了。反正是无限子弹嘛，我们可以来轰一轰啊，也是不错的啦，好吧？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火箭筒的威力到底是如何啊，不要炸死自己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还可以拿来对着飞机轰，反正它很烂嘛。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火箭筒扛上肩的样子像什么啊？嘿呀，嗯，又是这种红色的火箭筒，哇，好大的火箭筒啊！这个是会追踪的那一种吗？好像是不会追踪的。我们随便找一只野生的好了。熊熊没有野生的，让我们玩。那边有一只，不会追踪。哎，哦哟，无限子弹，就是任性。你今天任性了吗？哦，1150加250的范围伤害。哦，可以把上面给炸掉。哦哦哦。这种导弹的感觉真爽，是不是？把我们的穿兽门也给炸掉，嘣！哎、欸、哎、欸，没炸到，可恶！再一次，嘣！我靠，真的炸掉了！我的穿兽门，哎，居然就这样被我毁了。算了，反正那也没什么用处啊，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炸我们的杯碟，有没有伤害啊？哎、欸、有哎、欸，那、啊、被炸到了吗？是在做效果是不是？完全没伤害啊！完全在做效果的、欸。好，我们的鸡不见了。好，你想吃鸡吗？好，火箭筒掰一掰就有了。哎、欸，这些真的是做效果而已、欸。你看，这个也是做效果，每个都在做效果。乌贼呢？装一下这样子，那我炸我自己呢？啊，我们还可以锁定我们这个猿人。哦，原来可以这样连发。厉害厉害厉害！哇，它是有距离的、啊，太远反而炸不到啊。我们测试一下，
哎、欸，你看这个被炸到好好笑、哦。往后仰一下。连续会怎样？啊，说好不打脸的，这个也是炸头，没反应，干什么东西啊？哎、欸，我们真的是炸不出伤害、欸，哎，还好他是有限定，只有敌人炸得到伤害，自己炸不到，不然的话就尴尬了。哦、啊，会被自己火箭筒给炸死，一次一两千，我的血顶多2500吧，就炸一炸就挂掉啦。啊，还不错啦，这火箭筒。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啦。啊，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方舟模组介绍再见啦，拜拜。